这里就是偶像学院吗？我是小林，可爱的小林。我是夏天，我的梦想是成为偶像侦探。我们从魔法世界来到了美丽的地球，认识了新的朋友。我是热拉，还玩了各种新奇的玩具。不过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玩，我得找到欧若拉公主。当然了，到哪儿都少不了黑暗家族的影子。想要统治魔法世界的话，就必须找到欧若拉公主。欧若拉公主是谁呢？小林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。